敢出门呢？哇，这是什么 ？Oh my goodness！ 你很敢出门呢？赶快就用这个涂上我的口红，然后我就用这个 Ruro 的 Rose Gold 颜色，然后我用浅色的 Rose Petal， 然后我用手指点，用然后我换完衣服出门，然后再跟大家更新我待会会做什么。我的520，待会见。你很敢出门呢？哇，这是什么 ？Oh my goodness， 小花发烧啊！好开心，怎么会有花？这个那么目睹的人怎么会有花送给我 ？Oh my goodness， 小亮啊，好漂亮哦！哇，有 surprise 啊！好，我们吃什么？好漂亮啊，要拍个照。啊，你做得好啊，起码你做到一样嘢啊，系。我们不知道吃什么，嘿，我也不用想，我就看到花就饱了。好久没有收花了，好搞笑！我开心过容，然后忘记戴口罩了。啊，今天这个 Pasa 已经很多人了，哇，还有一堆。飞车队，飞车，然后有一堆奶茶，啊，好多人，我们要来买喝的，还要等很久。我们去了这家鹿鼎记的面线，但是我点的是一个，叫什么忘记了。叫这个黄焖，还有来了这个韩国豆腐堡，点了一个套餐，应该够我们两个吃了。赶紧吃个走，小心哦。没说好，我们要吃东西，要买了喝的饮料、奶茶，还有我的那个黄焖鸡，好多吃，我们完全不顾世界的眼光，别人的眼光，我们完全不顾别人的眼光，在这边开餐了。食啦！呢个唔系好似嗰个。我们今天试一下这个黄焖鸡，哎，看不到黄焖鸡好不好吃？我也第一次吃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
像有点老，但随便吃还是可以的。可能是因为太久没吃的原因，而不是因为真的很好吃。但是在户外吃东西是蛮舒服的。我们来吃最后一块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鱼饼，韩式鱼饼。等我上网看一下 recipe 怎么样制作，可以做一大盘，然后做当是凉菜，然后放在家里。想吃就拿一点出来吃就好了。还有那个土豆凉拌也很好吃。那个黄焖鸡有点太涩太干了，我一直望镜头望咗嗰边，煮得有点干。可以。黄昏了，太阳开始下山了，现在夏天，所以太阳都差不多八九点才下山。啊，我们吃饱，吃得很饱啊，现在回去车里坐一下，休息一会，看个电影，然后呢，再回去公园那边走路、跑步、散步。待会再更新吧。啊，我们吃完之后，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起在这边聚餐。好多人，今天好多人。今天整个跑道都很多人，好可爱呀。 Hello 我已经回到家，洗澡洗头梳洗完毕，然后准备整理一些视频，然后就希望今天晚上可以早点睡觉，因为这几天熬夜，我的黑眼圈越来越严重啦，然后红血丝也蛮多的今天。然后的话呢，明天会把这些花整理一下，那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让它，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这些美美的花。那如果你们都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一个 thumbs up， 然后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的记得关注我，然后我有新的视频更新你们会第一时间知道。希望你们今天都过一个美好的520中国的情人节。好啦，谢谢啦，拜拜。